80年来，在各位脚下的这栋有百年历史的建筑当中呢，举办过无数场的外交盛宴，屋内的一砖一瓦也都见证着一幕幕台美关系的重要时刻。而为了要彰显双向园的历史文化意涵呢，今年驻美国代表处特别推出了两张双向园80风华纪念邮票，分别采用主屋正面以及侧面的两张照片，来呈现双向园在初夏以及初秋的两个风貌。在邮折的部分呢，则以双向园四季不同的景致，搭配我国知名画家梁丹峰所绘的素描，来衬托文人雅士心目中对双向园的美好印象。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高大使以及校委员一起来为今天双向园80风华纪念邮票的发表揭开序幕。谢谢高大使及小委员，新两位暂时先留步。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到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团员们，跟贵宾跟我们高大使的夫人一起上台来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，谢谢。各位贵宾，我们拿到邮折的时候是先不打开，我们先照一张有封面的照片。可能要站两站近一点，照不清。是个子比较高的可以站那个背板，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全部进得去。好，接下来是不是老请我们各位贵宾把邮折打开，展示我们里面的邮票？谢谢。谢谢各位贵宾，各位贵宾，请合作，谢谢。今天晚上的晚宴正式开始啊，在各位贵宾准备享用我们双向园主厨为各位准备的美味佳肴之前。